大家好，欢迎收看索拉舞蹈空间有意无意线上影音创作计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庭维。那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呢，在观看现代舞作的作品的时候呢，总是想要更了解创作者他想要在作品里面表现的手法以及想要呈现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索拉舞蹈空间的艺术总监潘大千老师到我们现场。庭维你好。你好潘老师。那我知道潘老师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就是在不管是在舞蹈啊或是视觉艺术上都有很多的一些作品的创作。那我今天呢，我们就是会以就是访谈的方式去深入了解潘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或是有没有什么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好啊。那首先呢，其实我对潘老师的背景还蛮有兴趣的，就是因为潘老师是香港人嘛。对。对齁，那之后其实来台湾是念师大美术系，是，那之后又到法国继续深造。对，那很想问问潘老师，为什么之后其实有返回香港一阵子，那后来又选择回来台湾定居呢？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啦，因为我来台湾读书的时候很年轻啊，那念大学嘛。那在香港的朋友其实都是高中同学，那你知道高中生他在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其实都非常非常多元的，很差异性很大。那到台湾读书就好像是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了。那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其实就是重新看到过去的那些高中同学，他们选择的方向可能都不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啦，就是大家领域都、对不太一样。对对对，所以后来再选择回来台湾啊，这样子在地缘上面也好，在人脉上面也好，都好像不会在香港那么孤单这样子。就是因为之前也熟悉的环境，所以和选择回来台湾继续做我们的艺术的创作。对对对，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如果对视觉艺术有关注的话呢，会知道潘老师在过去多年来呢一直持续的在创作，那不定期会举办个展、联展或是策展等等的活动。那潘老师其实有一个作品叫做《闪蓝》，在2010年的其实有入围台新的艺术奖的决选之一。那在视觉艺术上，其实潘老师累积了很多的作品以及经验。那我想问问潘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机缘底下呢，让你从视觉艺术可以转往尝试剧场艺术的创作？哦，好哦，庭维刚刚讲说，2010年嘛，哈、的确是这样。我那一年其实有一系列的作品发表啦，都是一些影像的装置作品。那一组作品的名字叫做《闪燃》哦。英文就叫 flashover。 那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是相当的社会性的、因为它其实在讲一些真实世界跟我们生活之间、还有一个虚拟世界之间、的真假的问题。那正是符合我们现在社会里面的一些人啊、或者是科技啊、或者是物流啊、或者经济某种就是辩证的这个方向。那一年是有被提名的，那但是呢，好像就是差不多就是2010那段时间差不多啊。那我同时发现了有另外一种兴趣，就是因为过去不管我是做视觉艺术里面的哪一种媒材、包括绘画啦、雕塑啦、我们说就算是一个 installation、就是一个装置艺术，我们通常都是越到后期其实它是一个 project， 就是我们在一个概念去思考它的艺术怎么样去执行，到最后呈现出来其实是一个从思考到铺陈到执行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慢慢开始我觉得我看到有一些剧场的表演， 我好像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人的身体的问题。那人身体作为一个表演的媒材，它是一个材料在舞台上去应用，它跟我所能完全掌握跟克服的这种物质性的材料，包括影像都一样，
它是 不同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人就是个生命，它会活，它会活着，是一个流动的，对对对对。那但是这个理论归理论啊，但是我初次去尝试去接触在剧场里面，然后用人作为一个媒材去创作的时候，的确让我感觉到一个莫大的震撼，就是它是一个跟我过去所创作完全不同的经验啊。我曾经在就像在一个演讲里面谈过，我曾经用那个苏东坡的《寒食帖》啊，哇，这个经验是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尤其去西班牙，跟我找我的一个同学，他也是画油画的，但是他在他的学生宿舍那边，他用了一贴了一幅这个苏东坡的书法。我们这种外国留学生已经很久没有接触东方的文化了，但是到那一刻，我在他的小小的房间里面看到那个用影印的贴在墙壁上很长的一条书法，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哦，那我自己在稍微再研读一下这个苏东坡在写这篇书法的时候的状况和他的状态，我发现他好像流露出他当下的某种身体的状态，在书法里面看到他那时候的心境，他从他的手拿着毛笔这样写下来。那我再找了一幅，就是也是行书，就是颜真卿写的那个《自知文稿》，也是这样读下来之后，我慢慢发现，其实创作的时候，身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像中国的书法，它保留了你当下的一个身体状态。跟你在之前临人家的书法哈，临帖，你在播写书法的时候有临嘛，对不对？临帖，到你写书法了，你要把自己的某种状态放进去，所以里面有好复杂的这个脉络跟个路线可以去让你去寻找。那这个就是身体的魅力了啊，我们要去用它，你就要了解它，适应它，你要看看它是怎么样的状态。我们常常后来发现。就是在排练的时候，前天做的不错，那今天为什么会不太一样呢？就身体的状态不太一样。对对对对，就是这样。那这是我当初会从视觉艺术这一个材料运用到跨到剧场去尝试啊。那刚刚开始遇到一些困惑，然后一次、两次、三次这样一起做下去，那一方面是自己的一种探索了啊。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对这样的一个表演方式，算是自己的一种要求吧。这对他的那个掌握是不是越来越让自己知道怎么样去使用它这样子？那其实，在剧场创作里面，就是因为是人是流动的嘛，所以就会感觉到说比较多变一点。那可能有别以往的视觉艺术创作，它可能是比较静态的，是，所以它会有另外一种火花的产生。对，是是是。那我们早年呢，其实会听到很多跨领域这个名词。那我觉得潘老师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艺术家，就是从视觉艺术的创作，然后又到了舞蹈剧场的创作。那其实想问问潘老师对跨领域这个想法，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观点，或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每个领域它都有自己的生态，也有它自己本位的一个想法啊，那你跨过头，人家就会。对抗你嘛，对不对？你不是那一行，你跨过来来玩我的，对，对不对？你骚扰到我了，这样，那我的本位就是说，你又不懂，你要敢做我的，对不对？那所以在这样一个创作里面，你跨领域，首先你的态度是怎么跨？像我，我会比较用一种。不是那么我是视觉艺术家，我就做舞台创作就好了，舞台设计啊，那跳舞的我就不干涉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一合作的时候，就是我做这一块，你做这一块，那合在一起那块。但是我比较野心多一点，就是我希望，就像我刚刚讲说，我希望用身体，用身体的时候就不是视觉艺术的材料了。所以跨过去的时候，我就直接会接触到舞者，接触到表演的人。我希望我的要的东西用他的身体来表现出来。那但是我又不会说直接带着他去做。我希望某种情境跟他说，然后由他发展，然后
我在里面筛选，或者是在里面怎么样去缝合它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创作，自然花的时间比较长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我要才用一个稍微退的身位，就是我既然跨过来要求做这些东西，另外一方我自己要往后退，就是我不那么强势。所以老师就是多领域，就是多方面的去涉略，要去慢慢摸索了，就是这样子。嗯、对，就是从每一个地方去摸索，然后去探索说，说啊，到底哪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真的去做到一个跨领域的结合。嗯，对对对。那接下来想问问，就是潘老师在近十年来呢，就是带领着索拉舞蹈空间的伙伴们，就是持续的打破艺术的界限，那持续的关注一些社会的议题，然后以及就是在现代科技大量的发展之后呢，其实有很多的议题就产生了嘛。那我想问问潘老师，在这样子的创作的环境底下呢，跟过去的视觉艺术有什么样的连结吗？因为当初我创作的那个选择剧场创作的尝试的时候，其实我在思维上面是还是在我视觉艺术创作了哈，这样定它一边视觉一边剧场这样，我的思我没并没有转变，我关心的东西还是那个啊，就是从很早之前我的视觉艺术创作的方向啊。其实就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人的一种异化里头，我关心的是这个，因为在我们很短的历史里头啊，在亚洲，我们几乎是没有经历过一个所谓现代化的过程的啊，我们从比较传统的观念对于大地的尊重，对于人啊跟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里头，那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接触了科技，然后就有了所谓一些新的现代生活，但是我们的社会似乎并没有非常完整的经历过一次现代化的过程，那我们一下子就掉入了一个不用一两代而已、哦、就掉入了一个我们在社会里头从大家庭变小家庭，从传统的价值变成现代的价值，从传统的生活变成现代生活等等等等，那在这样的一个转变里头，当然会我们要出现了很多的断裂，对啊，那在我的视觉艺术创作里头，我是有表达这一部分的啊，像后来一系列的作品，包括闪燃哈、啊，我是用了一个样品屋、啊、你知道样品屋其实是假的东西、它不是真的，就是当我们愿意花一辈子的时间啊去赚钱，然后去买一个房子。它没有土地哦，它可能是二十几层楼上的、哦、我们对土地没有观念的。然后去买的时候去看一个样品屋，它是假的，告诉你 你以后是生活在一个美好的 时代里头、那你现在又很努力的去赚钱，为了未来 ，OK， 这是一种借贷的关系，我们就生活在一种未来的想象，却把现在的生活压缩了。我们都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巨轮里头，每一个人都逃不掉。所以我在视觉艺术上面用影像，用各种的材料去诉说着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对事物的关怀的世界里头，掉进去一个这么样的荒谬的，而且是需要你付出的世界里。但是我们都甘之如饴啊，非常愉快，我们就是这样活着，告诉人家我们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生活着，这样。那到我在这个剧场的创作的时候，其实那个脉络是连着的，从第一个创作哈、啊，那个我们说是那个流行地啊开始，一直到今天啊，索拉的方向没有变过，都是这样子，关心的议题都是延续的。
我们创作的媒材，对对对，我们的方向就是这样了哈、嗯。对，当然每一年的创作，我们有新的一个小议题哈，这样去创作啊，这个舞台也好，演员表演方式也好，都是有尝试。那但是呢，我们关心的东西，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个脉络里头。就是潘老师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个议题嘛，对对，对吧？刚刚讲到就是关于人的部分，然后以及社会怎么样去做连接，嗯、对对对、嗯。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呢，想要问潘老师，因为我最近在看这几年在看索拉舞蹈空间的作品的时候、嗯，其实会有感到一种有近有远，然后有一种荒谬，然后有一种凄凉悲凉的感觉。那我想问问，就是潘老师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呢，是不是有带入什么样的情绪在里面呢？我自己没有什么个人的情绪要放在作品里头啦、嗯、因为当我们提到就是我们现代社会正在面临一些我们人生存的一些窘境，对，那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那我们依然活着、哦、那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窘况呢，我自自然然的会在这样我的作品里头，因为它作品就是描述一个状况、哦、它就是一种表达，那这样的表达很容易会使人的产生一种伤感，嗯、哦，那你要把伤感变成一种带有诗意的表达方式的时候，它自然会呈现出一种比较疏离啦，或者是一种孤独感啦，或者是一种我们甚至说它是一种苍凉，因为你想想看嘛，一个画面，一个人在一个荒芜的世界里头、哦、然后他正在寻寻觅觅，然后人都很希望感觉到自己是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的、哦、不然人生那么短，那但是却在这边找不到答案，然后在一个很广阔很荒漠的地方里头流浪，那如果是光是这样的画面出现的时候，我要表达、哦、这样的一个荒谬，其实它自然就会有一种你刚刚所说的、哦、这种凄凉感，我尽量不要让人家感觉到很难过了，那个是太煽情、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主调，我们再怎么样去抚平它，再怎么样用方式去让它觉得轻松一点，但是背后还是会渗漏出一种这样大时代的一个画面啦，对我来说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在这样子的表达方式里面啊，是不是跟以前在做视觉艺术的创作也有关系呢？我自己我是那个里面的创作者啦，我很难直接回答你是或是不是、嗯哦、那我是很诚恳的去把我自己感觉到的一些议题，然后用我的手法转换成一个艺术创作，然后呈现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这样说，对，我猜应该是吧。对吧、啊、因为像老师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呢，用的材料跟创作的手法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再回到就是我们的舞蹈创作的时候呢，那它两者之间的关联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我在视觉创作里头其实有一个系列，其实 我用蛮多金属元素的、这些金属元素到后期是包括了一些重金属、啊、包括铅、啊、另外一种金属就叫做水银、啊、mercury， 那这种金属呢它很重，但是它是液态的金属、啊、那铅跟水银都很毒，算是危险的金属嘛，就是身体不、就是、平常我们不会去触碰到的，对，不然碰触 它会透过毛细孔会进去血液里面，它进去又出不来、啊、同时为什么我转到剧场，就是对身体有关 有关心，就是 我好像在视觉艺术的那个创作的时期就感觉到身体有一种反应，当我非常冷静非常沉着去处理一些金属元素的时候，我的身体有一种反应，就是我希望有一种相对的温暖的东西要进来，所以我后来用了很大量的油啦、蜡啦、
啊，这种易燃性的东西，嗯，就是它会跟身体比较感觉到柔软亲近的啊，包括那个蜡，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嗯，啊，就是我们感觉到它是比较亲近的，有温度的感觉，对，有温度的感觉，对。那到了身体的利用身体的剧场创作的时候，那我好像是前期的时候是用比较多金属的。像我2013年的时候，第一个创作是在叫流行地，那他那一年是卡夫卡在逝世的100周年，我记得我在做用了他一本小说作为文本，就是做了流行地。他讲述的是一个流放在外面的一个军官在一个 colony 一个流放地里面。如何用机器去对待身体，去把人的欲望压下来？我是用了一些不锈钢做的床啦，就是一些跟身体很接近 的用具家具。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其实我有创作了欧塞德，对，那个叫做欧西达街，对对。那一年我就用了一个很大的音架，我要舞者在一个音架上面去跳舞。那这种很刚硬的外框一个 frame， 然后身体在里面要克服某种外置的一种框架这样的方式，其实是看起来是应该蛮连续，我接续着我之前在视觉艺术用的一些金属的元素。那接着下来连续几年2015的滴吹沙，对，沙子跟水一年是用沙，第二年用水，那第三年我们创作一个叫打南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带着我去修理汽车爸爸很懂机器我就不懂我就站在旁边看。我爸爸一直跟我在旁边，然后他就自言自语说那个是打南舞。我后来很晚期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讲的那个达朗姆就是那个汽车里面的发电机Dynamo， 就发电机的意思。对对对。那所以我在这几年里头，我用一个很自然元素，首先就是沙子，然后我要把沙子在视觉上面的一种叫做fritting， 就是它正在流动，就是风在吹，然后它慢慢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它就会慢慢的移动在我们视觉身体这个尺度以下就是在胸口以下，沙子在流动，然后很温柔，但是它却是沙漠扩张的最重要的元素。我们知道地球现在沙漠在扩张那我把这种现象把它当成是一个符号，就是一种外扩的一种力量非常慢非常有企图心，你看不太到它一下子会变很大，但是慢慢它会把你侵蚀的，那是一种欲望的表达，那也是一种人的这种欲望的一种投射啦，用沙子的方式去流动。对对对。那第二年呢，其实做一种反扑，就是我用水水为花城就是把一个范围里面的水，然后要舞者在里面跳，它就围起来那谁也出不去，在舞台上你不能超过那个水的范围，那会被围起来，那谁也进不来。那跟沙子的扩张它是刚好相反，但是其实那是一种也是同样谈欲望的问题，就是一种这往外扩的，一种就是压抑的，在水围的时候那到达南舞那一次表演，其实我也是重新用了音架一个铁的框这样子，然后舞者的动线那就是被规划好的，那舞台上规划成好几块，他们的表演的方位那些东西都是在一个框架里头，那要谈的也是达南舞，就是一个能量的问题，就是它怎么样被发展出来，怎么样去被疏通，怎么样的去回收在达南舞的这个发电机里头，它是一个原理，机械原理。那连续三年就是一个就是直线迷宫再来就是 AMA， 到去年就是太仓艺术这几个呢就比较谈方位的问题
荒芜，就是像我刚刚讲说，例如说有一个荒木，一个荒芜的世界，你在里头，你将会面对什么？你要怎么走？就找到一个方向的。要去找方向，不是找到，要去找，这样直线迷宫就是一个直线的迷宫 ，OK， 直线的迷宫你怎么走出来？甚至它很恐怖，因为过去的迷宫我们还有东南西北啊，但是一个方向 ，one dimension， one dimension 的迷宫，那你在一个方向里头，你怎么可能出现迷宫？但是如果有的话，你根本不是在一个我们所认识的方位，所以那个就是我要谈。在当代的社会里头，我们要怎么样在一个没有我们传统定位世界的这个 location 里头，然后去找一个我们全新去定位这个世界跟人的关系，啊，跟时间跟空间的关系。那到了2019年，我的创作是 A 嘛，那 A 嘛就是比较古典一点哈，我是找了法国的一个作家叫福楼拜啊，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包法利夫人》，里面的女主角就是叫做 A 嘛，那是在刚好19世纪的时候了，其实，欧洲也是面临一个方向的问题，就是人经过工业革命，就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然后一个新时代，没有皇帝了，有产生了民主的社会，有各种的新的事物。那过去一些禁忌的被禁忌的欲望思维都被容许了，那女性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她到底要怎么样找到一个新的位置，她自己的一个认为自己有价值的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位置，所以她在寻找啊 Emma 是一个悲剧，当她认为这样的浪漫，这样的爱情是他应该享有的，但是他却被一个时代里面的另外一种力量，就是男人，所侵蚀，他就被牺牲掉了，那所以那一年是 A 嘛，就是也是一个寻找位置的一个创作了，跟前面的直线迷宫到太仓艺术。去年的太仓艺术也是一样，就是你看艾薇薇她把这么样的多上亿颗的那个葵花籽放在一个展览场上面，每一颗葵花籽就代表一个人，一个人在一个茫茫大海里头，你自己是谁，什么是真理，你要依循什么样的规则，那对啊，就是好像是如果是要这样子串联起来，这几年的创作好像还是有个有轨迹可循。在索拉舞蹈空间的创作呢，其实它一直没有屈服于就是环境的因素，因为是索拉舞蹈的空间的舞蹈的创作，其实都会有一个脉络的存在。那就想要问问老师，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这样子的坚定的算信念，去持续的创作这样子的舞蹈作品呢？如果作为一个团体它要发展，首先你还是不得不考虑普罗大众，因为一般的观众其实他不是专精在研究这个东西，他只是把它表演就是一个欣赏或者是个娱乐，不需要太花太多的精神去投入里头去研究的话，那你还是要照顾大部分这样的观众。那怎么样去取舍于两者之间，就是一方面要让观众不觉得那个东西太硬，然后另外一方面要保持着你在创作里面你有一些原创最原来的东西不要丢掉，而是变成一种好像服务大众的娱乐事业这样子。那索拉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两面的刀口上面去平衡啦，因为我们创作很诚恳，那每一次都把我们觉得今年应该拿出来的，我们今年所去关心的，去大家一起合作努力做出来的这个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给观众看。那我们也不是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非常小众啊，当然你这是专家你才来看，不是这样。那也试图在各种的手法上面让观众慢慢觉得他是可以。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可亲的可以接受的，那一步一步来，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境，那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那
一个团体这样子经营下去，种种的点点滴滴，其实我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经验。那其实艺术其实带给我们很多元的一个想法。那其实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听到潘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就期待各位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剧场去看到更多的舞蹈作品，去启发自己更多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就剧场见，拜拜，拜拜。